我们正前往去这披萨斜塔。就是早上有看过有人在到景点前面了才来化妆拍照的吗？就是我了。耶！现在我们来到披萨斜塔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兴奋，兴奋！没有想到我自己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啦。对，我们现在还有15分钟的时间，所以现在要拍照先。And go that way a little bit more. Yeah. Slightly one. Yeah, there you go.现在呢，我们来到米拉诺的一个休息站，然后我们先快速的吃一个午餐，然后继续赶路去我们的水晶人呢。旁边所有的风景，我就是完全不想要讲话。我希望我有一天可以就是在这里住几个月这样子。几个月啊？几个月应该是对。这整个 Europe trip 呢，总共将会有4集啦。那这4集呢，其实我们是跟一个公司叫做 Condigi 旅游公司一起合作的。那Condigi 是什么东西呢？它其实是一个拥有了很多年经验的 travel agency， 然后它是专门做for 18岁到35岁的青少年旅行团，就像我们这样子，趁年轻一定要去玩，对不对？你跟着的一整个团，你身边的所有的 traveler 有超过一半以上其实都是 solo traveler， 对，就是自己去，所以它的宗旨就是要你在这个 trip 里面交到朋友，对，然后我们就看到家，对，全部是不同国家的人，是，所以。如果你是一个第一次来 Europe 的，或者是你是一个 solo traveler 想要自己一个去闯荡去旅行的话， Condigi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是，而且它其实还蛮 budget 的，就是它会就是顾及到我们就是18到35岁的青少年，对，所以他们的价钱那一方面都挺合理的。对，它其实就是一个 budget trip。对，然后它就好像比方说就是一个廉价航空。然后是一个还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钱，然后有很多在 trip 上面的安排的行程上面呢，是都是你可以选择性的去 add on， 就你不需要每一个都去玩，所以它的价钱其实就是给你一个非常经济的 basic， 主要的重点就是 optional me time add on， 对，所以如果你这些其他的行程都不想要 join 的话，其实都是 OK 的，是不 compulsory 一定要拿完它的行程。所以如果你有钱的话，你可当然可以全部都去玩。可是如果你是要选择比较省的、更加的 budget trip 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只是跟它的比较 basic 的一些简单的行程，然后其他的其实是不需要去 add on 的。对，像是我们一般上的那种跟团呢，都会很紧，那个时间都会很密。你可能是去到一个景点了之后，可能就是给你一个小时，你就下去之后啪啪啪啪，然后你要上回巴士，然后要继续你的旅程。其实 Condigi 呢，它是一个很 free and easy and fun 的一个团，对，就是不会让你感到舒服的感觉，不会让你感到舒服，束缚，不会让你感到觉得很赶很累。对，就是有时候，比如讲说他给你一些行程是，比如讲是逛街的话，其实如果你要提早自己回去好像也是 OK 的。是，对，你想跟导游讲说，哎，我现在我想要在这里久一点，然后我不想要去你的下一个景点，然后我可以自己走完后我再回去我的 hotel 也是 OK 的。对。
非常的 flexible 的一个团。我们参与这个团呢已经有大概3-4年左右了吧，对，第四天。我发现他们就是还蛮有趣的，每一天早上都会播一首歌。对，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啊，可是是他们每次就是一播这首歌全部人都会一直在那边唱，对，然后就也很精神。对，像是呢我们 join 这个 Europe trip 呢，其实它有不同的 package， 是，对对，你可以自己选择啦。是，像我们 join 的这个是叫做 8 days western rocker， 你看我们的照片都会有 hashtag 这个 western rocker， 然后所以像火其他的话其实也是有那些45天的 trip 啊，或者是有不同的 area 的 Europe trip。然后其实在这一整个 trip 中就是会有不同的 traveler 一直在加入，有些人会离开，所以就他会安排好看你是属于哪一个 slot 的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你们如果想要环游的话， Contiki 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。那如果你一个人出来旅行，然后又担心被人家骗啊或者危险这样子的话呢，你们也可以参与像是我们这样子8天左右的旅程。我现在整个手都闭了，手已经结冰了，这块。拜拜。那有孤独感的吗？有时候看到这种风景，我看到这种风景，我特别有孤独感。孤独老的那里。其实有点酒的味道，而且它的面包是暖暖的。Secret tomorrow will hold.